10月5日，徐璐在个人社交账号中更新了一条动态，晒出了两张自己的背面照，并配文氛围感够不够。相信很多人对徐璐这一位女明星并不陌生，她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，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。她在娱乐圈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出演了不少的影视作品，而且还出席了不少的活动。从她在舞台上的表现来看，徐璐的思维确实有点天马行空，有时候让人难以捉摸。随后徐璐的工作室在网上晒出了10张徐璐的照片，并表示想要看徐璐的露脸照还是得看我的。就拿徐璐正对着镜头的全身照来说，徐璐穿着一件黑色的挂脖装，搭配了一条深色的牛仔裤，她正脸对着镜头，双眼紧闭，用左手做出了一个剪刀手的动作，不仅显得她的身形很美，而且还显得格外的可爱。我个人更喜欢徐璐工作室晒出的照片，你们呢？